Thank you.
Thank you.
我靠！啊！好了，现在要怎么改变天气？嗯，一大堆的狗。啊，打雷了，应该可以换日夜的方法吧？嗯，算我现在看看要加点什么哈。有点什么？好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嗯，是狗狗还是猫咪呢？应该都不是吧，一个普通的羊毛雕像。我睡觉看看好了，因为我突然一瞬间忘记要怎么调试，同时累的，但睡觉语应该也不会停。好，还在下雨，没关系。天气好了，好了，来暴风吧！啊，好来看看。耶，暴风时间！耶、yeah! ！然后现在拍张遗照吧。OK， 好了，耶！放足量的炸药才行。绕一圈好了，拉上也要摆一点才行。呀，重头戏来了，重点来了！盖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呀！
危险了。应该都有连到吧？收听的话就走，头顶也把九百一点好。呀，好的，改这么久，就为了这一刻，你可以来临啊！反正要再修一下也可以。下面没有苦力怕吧？有两，他躲在我这边闪阴影哎、欸。等一下把我们一起炸掉。也要一点炸药才行。喂，现在没炸完，没炸好就是。他不会炸到我家吧？摆这么远了，炸我剩下些什么？我要先把那个狗带开才行。反正就是狗狗顺便帮我把骷髅引走。太快了，又到这里来。哦，你们是狼，应该够远了吧？坐下，坐下。别掉队。啊，好了，继续干真事。哒哒，我腿上的炸药应该也够了。我把一点好了，糟糕，还要填空。嗯，肚子这边要白一点好。然后炸弹点就放在啊，就那只还没填完炸药的脚好了。嗯，好了，这样应该够了。我把它摆掉，哇，炸药看起来不太够，好了，这样该够多了。他们都没有狗了吧？他们都没有狗了，好了，可以来炸东西了，呜呼！下次该更精细一点的再来炸。哎，对，这应该可以，我记得可以用红石。火把应该也可以。原点它不会被波及到哦。在原点没办法拍到整个。
高原都可以看到整个台星。可以连上来了，还不够远。那时候盖更大，不就更远了吗？爽死你们这些僵尸！切一下视角吧。嗯，欸，在我后面，没关系，我死不了。嗯 ，OK。啊，我应该把那个小透明人也炸了才对。突然有点左右不分。应该不用点吧。好像这里就可以。原点我比较好敲。OK， smile， 喂，微笑。奇怪，太远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太远了啦。我看看啊，太远了，太远了啦！其实我不知道影响范围到，我第一次用这种东西。看一下，差不多这么远。我靠！我连炸都不剩哎，实在太厉害了。没炸到我家，没有，没有炸到，那几个小人都炸到，搞我的狗钉死了。哎，没有，还在，我的狗还活着。办，我要怎么把它恢复原状？管他的，我不要先清理一下地上的东西啊，不然那炸药一放下去，旁边我都炸掉了。要先整理一下吧。放太多炸药，对不对？那管他的，都记得盖远点。哎呀，被我打破的地方就是用灯笼填起来。好，好可以发光，但比较不暗。清理一下。好了，反正这是一个没什么意义的。反正这滩水哪里来的？放太多炸药了。我下次要在同个坑上面盖好，或者到那边，那随便啦。就记得把狗放在屋子里。总之好像没有想象，反正来不及拍照就是了，来不及拍照。反正这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一集。总之，反正我这个就是拿来炸东西，反正就是很辛苦把它盖完以后，就为了炸它才盖它，那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好啊，那如果我看到最后的各位的话，那也是谢谢观赏。看到最后的朋友们，好啦，那就下次再见咯。好了。